文标题：叶挺与高敬亭被枪决案下，叶挺与高敬亭被枪决案下，蔡成燕三，叶挺无权决定杀高，枪毙高敬亭是中央军委的决定。三，中共中央对高敬亭一直不放心。高敬亭在1937年9月9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曾说，9月5号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于8月24日寄来的一个很简单的信，是陈同志送来的。对此毛泽东极为重视。1937年9月15日，他在致民国局电中特别交代了一句，8月24日陈同志给他们的信送来中央审阅。实际上中央与军部的来往电报中多有对高部争取、帮助、教育、推动、改造等词，说明毛泽东对这支红四方面军的余部是不怎么放心的。而高敬亭对中央指示的阳奉，因为对中央干部的拒绝接受，加之在叛徒张国焘到处招纳旧部杨曹叛逃突发事件的背景下，更使中央害怕四支队陡生其他变故，枪杀高敬亭就是一种临机的必然的选择。高敬亭悲剧是在全党上下批判张国焘逃跑的氛围中产生。